露恰，我的名字呢叫做露恰露恰，那同时呢也是欧亚水獭的学名衍生而来的，就是露恰自己取的名字。那么我的种族呢现在是人类。不过呢，露恰的前世的种族是欧亚水獭。以前是生活在金门的欧亚水獭。那就是有一天就是被车子撞到，然后就对，然后就转世成人类了。对，不，然后呢，露恰生日的时候，应该说露恰出生的时候，刚好那一天是世界水獭日。应该说每一年的世界水獭日都不一样，那日期也都不一样，但是呢很刚好的，露恰生日的时候，出生的时候刚好是那一年的世界水獭日。转世前，也就是露恰还在欧亚水獭，还是欧亚水獭时候的体长跟重量，露恰那个时候呢是91公分，那是3.9公斤。算是蛮健康的水獭，是健康的好水獭。那露恰转世后，就是现在身为人类的时候呢，身高是168公分，然后体重呢是女人的秘密，是秘密哦，知道了吗？不可以多问哦，你各位，好吗？那么再来，嘿咻嘿咻，露恰喜欢的东西，露恰喜欢的东西呢有水。而且呢是干净的水，干净的水还有另一个意思，你各位知道吗？就是除了干净的水之外，还有另外一种干净的水是露恰喜欢的。你各位猜得到吗？人类猜得到吗？人类猜得到吗？有没有觉得露恰的脸有稍微变红了一点？对呀，那种水也是非常好喝的，那是露恰非常推荐的饮料。那种水呢就是噔噔噔，是好喝的高粱。露恰可以倒酒给你们各位哦，来试试看吗？那各位杯子准备好，好了吗？那露恰要给你各位倒上一杯酒咯。够了吗？好了，好了，那么大家人类把杯子举起来，让我们为今天的出配信，好的。